这才是未来八年流行的厨房。以前传统的推拉门同时只能开一扇，占地不实用。试试这样做：一、水槽区抬高10公分，不做双槽洗菜盆，而是做个大单槽，洗菜洗碗不累腰。二、水槽下预留2个插座，方便安装净水器和垃圾处理器。三、窗台下落，台面延伸，增加置物空间。四、转角做储物室吧台，放不常用厨具电器，上方装吊轨推拉门窗，打开能隐藏至墙后，进出不拥挤，吧台还能方便吃早餐。五、缩短吊柜，增加上翻柜，收纳常用调料，台面更整洁。六、地柜不做层板，而是多做抽屉，分类储物好拿好取。七、不装普通插座，厨房电器越放越多，时间一久不够用，而是装轨道插座，使用方便更灵活。八、不做传统直角柜，而是设计钻石柜，收纳米面粮油，储物空间翻倍，台面也更加宽敞。最后放上大冰箱，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。